为什么非要拿回这颗珠子？梅姑娘，左左右右，小师傅，救我！我在，别怕。殿下，快请太傅来。确定要请太傅？要不别请太傅。速去。要请就请最好的。是，殿下，梅姑娘她今天的事情，不许让任何人知道。如果有人因此事受罚，我定饶不了你们。可是梅姑娘擅闯东宫。什么叫擅闯？传我话下去，从即日起，梅姑娘可以自由出入东宫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是。下去吧。方才我一直在想，为何你家小姐在博物园那夜和之后的说话做事判若两人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？殿下说的话我听不太明白。小梅，这么快就醒了，看来太傅没白请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他没为难你吧？什么？我是说，你这么忙，怎么有空和我的婢女说话？小姐，殿下方才……那自然是说些秘密了。比如说，刚刚有人非抱着……不许说！抱什么？抱兔子。太子房间里有一只兔子。这东宫暗器这么多，什么男宫有，简直就是要人命。看来梅小姐还是喜欢兔子，那要不然再抱一次。快扶我回去，我头疼。疼得厉害吗？厉害。时辰不早了，就先留在这儿养伤吧。哎呦，疼得太厉害了，今天晚上怕是走不了了。藏在衣服里，我只是找珠子，绝对不是乱摸它。你装睡啊？受伤了还不消停，半夜还要摸进本王的寝殿里。我就是来找珠子的嘛，你是你说了要给我珠子，你又不给我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给我？为了个珠子，你三番四次闯入东宫，今天差点连命都丢了。说，
为什么非要拿回这颗珠子？我不是说了，我朋友得了癔症。这都过去多少个时辰了，你就不能变点心的？哎呀，你干嘛总不给我这珠子啊？这对你来说就是颗普通珠子，但对我来说真能救人的。就算他不能救人，那他也是我们丞相府的东西啊，我拿他回来有错吗？有错吗？没错吧。此珠若真的是丞相府的东西，你们梅氏一族可就犯下重罪了。什么重罪？此乃声东之物。什么？姑娘，我弄疼你了吗？那我松手，你保证不叫。不好意思，冒犯姑娘了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你把门关上。小豆子这手还挺好用的，力气真大。我真不知道那是声东的东西，我拿那个珠子，我只是……你如此想拿回声东之物，你觉得我会怎么想？我对天发誓，我拿这个珠子，我只是为了……小师傅，你是不是口渴？我去给你倒水啊。梅家位高权重，却疑似勾结拜寇叛国求荣。本王明日便下令。你不能下令。这个月灵珠不是丞相府的东西，它跟梅家没有任何关系。那我实话告诉你们，你别不信啊。这个月灵珠呢，就是我本来偷完那颗珠子，我就想溜回去的。那谁知道你让我去倒酒呢？再然后的事情你也就知道了。我跟梅玉善就是在天狗十月的那一天换身的，那个珠子咻的一下子到了天上，然后嘣的一下亮了。平日见先生貌知礼持重之人，不想这晚上喝醉酒就把人往房间里拖。姑娘恕罪，兴使发誓绝非轻浮之人，若不是万不得已，绝对不会冒犯姑娘的。说吧，是什么万不得已？姑娘进宫是否另有隐情？你什么意思？